被救的事。那么呢，就是说，因为佛法的世界不是个人而已啊。那像您这样，你做的话，你更凶这样。做到最后就是一个人。那因为佛法的世界是要自利利他嘛，但是他一趟这个没有出来嘛，他就讲个人的问题而已嘛。お魚様は人を助けるために自分が家でしてはんねん。あんたの死にこの人がついていったら蹴飛ばすんやろ。何しにこの子がついて。そしてついていかんようなことやったら何しとんねやつって。そのまた違うじゃん。这个很奥妙啊，老师说把有对不对，就是说你走到哪他就跟着哪里的话，你要把它踢开，就是说干嘛，但是啊、哦、就是说他有当你的跟屁虫的话，就是你要把它踢开，但是你要我来温暖的时候他不聊声，你要把它拖来，为什么不跟来？师兄，要不要老师在高雄的时候继续请老师讲那个？你们两个来嘛，我们台北也一起过来的人，可能凑个五六个哈、哦，请老师继续讲那个灵记录啊。来高雄。对啊，你们每个礼拜六来嘛。还是怎么？对啊，人脉行不高嘛，我台北够肯定，你哪确定老师你要跟老师请法，愿意的话在高雄嘛，你们来台北可能也远嘛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好了。我们现在比较进入状况，要把握时间的哦。他们从台北跑来才几分，才几小时而已。龙光他们从大陆跑来十一个小时，你不要讲不好意思。他们从大，他们为了订的时间嘛，跑到香港。8月十二没有去中国大陆，你没有来，没有来很可惜。平台山嘛、啊，很值得。因为这么大很多山，灵感很多，都弄出来了。